又是可见，上卷是因，本卷是果。上卷我们看它受印，这卷里头见到阿弥陀佛正果了。佛国超如十方，这个佛国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超如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唯因佛愿蒙心，因得无极。这句要特别记住，佛愿蒙心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？就从这四个字来的。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才好？弥陀四十八愿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好像他这样发这四十八愿。他四十八愿成就了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融入他的四十八愿。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因得无极。是这样的意思。第二十九品末，这里底下有几句经文。无量寿佛，因得布施八方上下，八方上下合埋就是十方，无穷无极，心大无量，不可称言，没办法清说。故我才今日正义成阿弥陀佛所施恩德，发愿往生同阿弥陀一乘愿海。佛在经常劝我们，我们要听得懂，我们要能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意思，阿弥陀佛的愿望。我们对这部经要深信切愿，一定要成阿弥陀佛所施的恩德。这部经常讲的，他所施的恩德就是建立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大道场。接引十方，同他同心同愿同德同行的一切众生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学佛同不学佛，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得出来，学佛的人
烦恼习气好重，造作好多罪业，五逆十恶。好似弥陀十八愿讲嘅，临命终时堕到无间地狱。有冇？有，唔单止有好多添。地藏王菩萨喺地狱里头讲经教学，普度众生，度边啲人就度嗰啲人。点解呀？佢阿赖耶识里头有佛法种子。阿赖耶识里头有净土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只要佢一回头，认真咁认错、忏悔，咁一回头，地藏菩萨就将佢送去极乐世界啦。地藏菩萨喺呢边送，阿弥陀佛喺嗰边接。佢就去啦。如果呢一生遇唔到呢个法门，做咗地狱罪，堕到地狱里头，咁就冇救啦。点解呀？佢冇呢种种子。咁嘅人喺而家亦唔少。我哋细心观察都能见到。用咩方法帮助佢？用阿弥陀佛名号帮助佢。佢唔信冇所谓，我哋念阿弥陀佛，佢听到啦，听入耳啦。我哋供养阿弥陀佛嘅形象，佢见到啦，印入佢脑海里面。实际上唔系脑海，系白色田中变成种子啦，佛种子。人无比殊胜，果报不可思议。所以我哋要发心，一定要求生净土，要亲近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。下面讲于第二十三十方佛赞品曰，佢里头有四句经文：自心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。自心是真心，我哋而家有回向，日日都做回向，回向效果好似唔明显。係呀，点解呀？我哋冇做到自心。自心係一心。我哋仍然是三心二意。三心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、末那、意识，这些叫三心。阿赖耶里面落者的种子，末那的执着，意识的分别，所以
叫妄想分别执着。阿赖耶是妄想，唔断，相续唔断。呢啲系十法界嘅因，佢变现出嚟嘅就系十法界，就系六道轮回。所以二十四品里面同我哋讲，一向专念，嗰、那个一就系自心。它太重要了，其他全是轮回心。这个一心是阿弥陀佛，这个是超越轮回的心。我们不是一心，就出不到六道轮回。如果来生总算不错的话，去欲界天了。欲界天寿命很长，以脱离天来讲，脱离天一日是我们人间一百年，它寿命几长？通常一千岁，亦是一年365日，一千年寿命。我们中国号称5000年历史，在脱离天50日，往上去，越往上去，时间越长。耶摩天一日是我们人间200年，寿命2000岁。再上兜率天，兜率天一日是我们人间400年。寿命几长？4000岁，是他那里的4000岁。一日是我们人间400年。弥勒菩萨在兜率天，虚云老和尚亦在兜率天。外院弥勒菩萨的道场，等他寿命到了，将来要来这个世间试验八相成道，龙华三昧，普度众生。他只有三昧，规模都很大，办大活动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里示现是300余会，大大小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讲经教学300余会。所以一定要真回向，那里太好了，它是我们的家乡。有信心回乡下，怎会回不到去？烦恼习气是障碍，放下就没了。缘生彼国，随缘皆生，
到极乐世界就三种不退转，作阿惟越智菩萨。为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为不退，阿罗汉证得的；行不退，菩萨证得的；念不退，法身菩萨证得的。得不退转，这一句很重要。你睇，随缘皆生，得不退转，说明每个往生嘅人，通通都得不退转，就系阿惟越智菩萨。下面又引往生净印二十五品。它里面教我们昼夜常念，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。这里底下讲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，寿终皆得往生其国。这一句重要，打个佛刹，七日七夜精进佛刹，七日七夜不睡觉不休息，或者十日十夜，甚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，年纪大的人体力不是几好，七日七夜受不住，就一日一夜，一个月一次，都是好事。重要的是佛号不间断。现在方便了，可以用录音机将念佛的佛号准备好，一日一夜跟住念佛机念，咁功夫就得力啦。我哋知道宋朝迎阿法师三日三夜，佢将阿弥陀佛念嚟啦。当然佢善根深厚，一时迷惑，做咗唔少罪业。真正回头，真正忏悔，阿弥陀佛仲系唔舍弃佢，真嘅言身同佢讲：你寿命仲有十年，十年好好受，命中嘅时候我嚟接引你。法师福至心灵，遇到阿弥陀佛是大福报。马上就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
我现在就去。他说的话是真话，真想去，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真放下了。所以阿弥陀佛同意了，跟他说，三日之后我来接引你，他很开心，高兴了。阿弥陀佛当时为什么不带他走？要留三日，三日才能影响后世。咁度好多人啊！当时带走冇人知道，甚至仲有好多人怀疑迎阿法师自杀嘅，会产生怀疑。等佢将信息同大家讲，三日佢真走啦。大家就相信啦，佢咁一往生度好多人，我哋而家睇到佢嘅记载都受影响，佢度好多人，呢种系佛嘅智慧，佛希望大家都知道。所以人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助念很重要。助念是他的亲人，旁边的亲人，特别是在病重随时可以走这个时候，无论他听不听到，耳边佛号不中断，咁好啊。如果没有这种缘分，没有人帮手助念，就用耳机。耳机助念的方法是两个耳塞，用一个塞在他耳仔度，另一个助念的人戴在他自己耳仔度，用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速度帮助他，等他经常讲的一日一夜不中断，两日两夜不中断，三日三夜他往生了。咁送往生功德无量啊！所以念佛不断绝者，寿终皆得往生其国，就是第二十五品讲的。故知深信切愿，赐佛名号，乃我等唯一直出生死之宝佛。佛是船，我们唯一能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摆脱六道轮回，仲脱离十法界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以佛嗰个作我因心，阿弥陀佛是佛的果果，做我们现在因地心，直趋究竟。
极乐世界常寂光土，妙光如来就是究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你生在哪一土，无论你是什么品位，总而言之，你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就是直吹究竟，不转弯的。所以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，实质上它是平等的，智慧平等，道力平等，神通平等，没一样不平等。跟哪个平等？跟等觉菩萨平等，那还得了的。所以经常这一句直吹究竟讲得好啊。不似他方诸法刹土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要好长时间去学习去证得。极乐世界没那么麻烦，等级虽然有它横超超越了自觉觉他，为此普施真实之利，真实利益就是自觉觉他。到极乐世界自觉觉他就得到了，自己未成佛，未成佛亦能觉他。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化身分身，化几多分几多，无量无边。咁多分身去做乜嘢？去十方世界，十方刹土，无量无边。所以分无量无边身，去每个刹土度拜佛供佛。点解呀？修福啊。供完之后听佛讲经说法，修慧福慧上受。十方如来所讲的一切经教，你同时就学完了，就毕业了。这种本事只有极乐世界人有，人地无。弟子菩萨有想不到，甚至想到得不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他做不到。极乐世界每个人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所以他能做到。以佛果觉作我因心，那着数就大了。因果如如，直吹究竟，自觉觉他，为此普施真实之利。真实之利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法门。它意思是什么？
我哋亦用呢部经，亦用呢个法门，教化无量无边有缘众生，使佢哋通通都喺一生中证得圆满成就。呢种系真实嘅利益。我哋再睇下面嗰段，由经众从第十一各戒严净品至第三十二受乐无极品，第十一各戒严净，第三十二受乐无极，讲说西方极乐世界依正主伴种种清净庄严事事无碍之相，释迦牟尼佛为我哋介绍极乐世界，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部是环境、生活环境、学习环境，自行化他，相求下化，都同我哋详细介绍。特别是事事无碍之相，佛俾我哋听到，俾我哋见到，如是无量无边，微妙奇丽，不可思议之事相。释印阿弥陀佛殊胜大愿之所成，阿弥陀佛殊胜大愿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是核心，净土法门的核心。在本经是第六品，我们亦特别将那品讲过几次，只是介绍那品，认真学习，亦即极乐导师阿弥陀佛本正明心之所言，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从自性清净心里面现出来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故经中所算妙相，即是实际理体，
就是真实之际。本经讲的三个真实通通具足，真实智慧、真实利益、真实之际。底下讲，复以世事无碍故，彼国一无一尘，无不圆明具德。一无是无端，我们的汉无无端尖端，一尘是一粒微尘，一无一尘里面有十方世界诸佛刹土在里面，极乐世界大势不移，无端微尘里面有诸佛国土，整个宇宙是一无之中，是一尘之内，尘雾没有放大，大千世界无缩小，它能容，真看得很清楚。一切诸法无不圆满圆明具德，德是什么？德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本性本善，将它分开来讲，我们老祖宗讲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在大乘经上讲的具德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大乘里面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小乘讲的三千威仪，再展开无量无边，通通都在一尘一无里头，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，每个无端都有，这种境界不可思议。世事无碍乃华严经所尊善，世事无碍，大方广佛华严经禁经
佛讲显世事无碍，故知今经何以华严，极乐不离华藏。所以古人讲，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。里面讲的内容无差别，通通是讲圆明具德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不修净土的人，正得无上菩提，他在哪里？都在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部庄严土。华藏世界和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，如日弘法大师《悲藏记》里面有一段话讲：华藏世界二，或者你也，你遍法界，藏诸法在其中，故曰华藏。藏是藏的意思，诸法是一切法。一切法当然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，一切诸佛所修所证所弘所教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里面。理遍法界，事亦遍法界，所以叫华藏。是华藏世界者，最上妙乐在其中，故曰极乐。当知极乐与华藏虽名异而非异处，名不同，在同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是自性的本体。自性的本体在静中叫常寂光。我哋谂下呢个名号，相永远唔变，不生不灭叫常，寂系寂静，冇染污，冇波动现象，系寂。光系光明，佢嘅相系光明。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常寂光遍照法界。是法界的本体，
法界没离开常寂光，离开常寂光他就无力，没这个道理。所以常寂光有隐现不同，没完的时候隐了，隐就无了。我们虽然在常寂光中对常寂光没有感觉，真有不是假的，有缘他就现相，现什么相？现极乐，现华藏，现一真法界，现十部庄严土，他就现相，他不是生灭，他没有生灭，他有隐现，所以最上妙乐在其中，故曰极乐。下面有引悲藏记钞第六卷讲天亲净土论，净土论就是往生论，天亲菩萨做的往生论。极乐世界名华藏世界，是其正也。天亲菩萨同我们做证明，华藏同极乐两个名，一个地方。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讲华严经，有同修问我，华藏世界同极乐世界差别在哪里？我举例讲，我说华藏世界好像是新加坡，极乐世界呢？是新加坡的一条街叫乌节路，乌节路就是极乐世界，新加坡就是华藏世界。是一不是二，以莲花成国土，故云华藏。华藏是这样来的，是用莲花做比喻，莲花清净，你看它根生在池底度，它茎在水中间，花呢开在水上面，莲花池底代表十法界六道轮回而五户，清水呢代表清净，你睇染净，离开染得净，净系菩萨。花开喺水面上，染净两边都摆脱啦。法身菩萨啦。所以嗰个泥代表六道轮回。清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就是方便有余土，泥是凡圣同居土，水是方便有余土，
上面是十部庄严土。那大家就清楚了，受最上妙乐，故曰极乐，是一处二名也。这句很重要，所以无论你修任何法门，真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句话要记住。无有高下，我们去极乐世界了，那个人修第一法门到华藏世界去了，以后一见面，为什么你亦在这里，他亦在这里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到华藏亦就到了极乐，他不知道，到极乐世界知道华藏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极乐里头的殊胜是华藏里头最精最妙的，华藏世界最精华的地方，最美妙的地方，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。所以不相信净土，相信第一法门，我们通通赞叹，劝他认真修学，能不能向上提升，全在你放不放得下，你能放下就向上提升，不肯放下你就升不上去，无论修任何法门，你还是原地踏步，无进步，放下太重要了。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是看破，我们现在了解事实真相，佛讲的科学家同我哋做证明，成个宇宙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系假嘅，冇一样系真嘅。科学家揾紧真理，能唔能揾到？佛喺大乘经上同我哋讲，佢哋能找到白色，阿赖耶识，那三世相他能找到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他能找到，他找不到自性。为什么？自性不可以用心去找，永远找不到。那用什么？将个心放下就找到了。不可以用心去找，因为心就是自性，怎可以用心去找？彻底放下完了之后就现前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它是科学的究竟，哲学的究竟，那就是科学和哲学和佛法差别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将它搞清楚搞明白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